所有各朋友共同来到现场参与呢，因为未信过，大家共同出杰出力来给我们到老嘞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安排我们的这个，在我这个心目中的女神哈，长得非常有气质，非常有女人味。来，乐乐，谢谢。风花雪月。
灰就胖。胖啊，灰就胖。不要讲台语。我老公唔对，刚刚更正。我讲了咁对，灰就胖。灰就胖。哎，就胖哎。然后还有一个字，哎，松树的松。松。台语要哪讲？熊吗？对。熊。熊。啊，阿丽娜的青蛙，就是如果是榕树，叫做青。晴阿公、哦、你有听过吗？有哦，对对，然后田字那个田，台语要怎么说？不会，对，你不会吗？也是叫田，也是叫田哦，嘿，台语叫田，那个是用在人的名字哦，比如说这个人叫阿田啊，哦，啊，你若在土地土地，那叫做，那拢是我的田，田，对，同样一个字啊。哦田，同样一个字，嘿，嘿，嘿，拢是我的田。田是横吗？对，就是田的意思。哦，好、哦、好。嘿，横横嘛，花那个横是花园的园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还是国语好厉害。大家地学小讲话，嘿，嘿，嘿，对。是啊。哎，加活一回，加学一种工课。对啦。嘿，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没错，没错。哦，愈学愈退步。真的。啊，不过什么退步，你敢知？什么头脑？地地对。头脑退步，所以拢爱迄落加减做一下功课。对啊，一种物件拢用钱买袂着。时间。对啊。时间，咱即摆你讲时间嘛是你过，不可能讲你讲的时阵时间会暂停。无可能。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年纪也是啊。对啊，这是讲外表看起来。哦，看起来较重要啊！啊，身体健康较重要，几岁无重要，无重要啦，几岁无重要哈。有的90几岁看起来像50岁，对，对不对？90几岁看起来像50岁，哎、啊，是用什么话个讲？主持你讲的哈，主持来跟我讲一下。主持你讲的，主持你讲，我哎，那我那公公，你袂使叫阿公哦，你叫哥哥。对啦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意思嘛。对对对，你明明都已经90啊，你甲叫哪像50岁，叫哥哥，哦，对不？就听着就很开心啊。对对对，对不？对啊对啊，你看我们咱台语，咱台湾人，哎，叫叔叔，台语要讲阿舅，阿舅嘛，哎，啊，韩国呢？我袂晓，大叔，大叔，哦，大叔，大叔，是，可是大叔也不是不好听啊，是不好听啊，就是只是形容韩国那边的，就是有年纪的人，对，也不是话，对的，大叔，我刚刚，对，我讲，啊，不过有的人就讲，一生人，伊家己的年纪，你得甲讲伊的年纪偌几岁就几岁，是啊，啊，只是他很喜欢讲说，哎，我刚才几岁啊，你，啊，不过你看起来60多，我那种开心，对，是，那个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来的，你别讲人家20几岁，你敢叫人阿姨，哎，阿姨哈，真的会生气，对，真正会生气哈。买物件嘛，同款啊，你物件你一概藏较少嘞，豆豆啊藏起哩，沙币数，哎，哦，那种买东西那个提摩机就觉得很好，啊，你家己的啦，给我你给不了，对，那种感觉哈。所以卖东西的时候不能一次拿太多，你慢慢把它拿下来，客人都觉得。啊，这头巾嘛实在是啊，对啊，哎，啊，都藏起来，藏起来，退落来，都袂晓诶，那心理作用，对啦，心理作用哈，好，那跟大家共同分享啦哈，做行李也特棒哈，对啊，来，今摆上来，再来跟你相好，是八无亲娘，好。听的一把无情眼，感情已经烧得还烧袂太慢，因为爱着人，心碎都袂干，过去的彼场缘，再相会。心爱吧，看我无够胆，在阮人生下也只。
是白莲花。大家要唱一首歌，我们就要来摸彩了。400001是